每三日一课的西港挂香原本预定在22号准备登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升温，很多人都关心是不是要停办或者是继续，所有相关单位在昨天召开防疫会议后决定延期，等疫情舒缓后再来继续举行。因为我们在绕境中间像我们在请妈祖那天我们只有那个农历门天后宫他们那天的这个点心就照往例啦，都煮上少三万分，爱拢食到无够，所以咱讲这人潮吼，相当相当的多，这唔是咱气象局有法度控制，咱气象局交咱天后宫呢，嘛无法度讲拒绝这个信徒信众呢，啊来这个参拜吼，来看闹热吼，啊所以讲考虑再三，咱为了防疫的问题吼，啊决定呢，啊这绕境这个部分，咱来做一个延期。虽然庙方会使做到二级的防疫管制，但是无得控制香客甲信徒的人数以及行为。以往四天较紧后的日庙会使讲是人山人海，可能会有上万人，所以庙方也是唔敢大意。关于这个科技的部分吼，因为阮就恁即马所看到的这吼，阮一旦科技开始哈，伫个预定的5月23号、22号前后吼。开始，迄暗开始呢，阮所有王府吼，包括恁即所看到遮有大概的部分，拢完全封闭起来吼。所有闲杂，一直闲杂人等嘿，无关系人吼，一律拢袂使出入吼。包括呐，要来拜拜的吼，的信众呢，买当淡我号拜尔，种完全呢。符合中这个防疫中心所指示的，讲100人以下。昨下晡庙方毛宝贝请示神明，庙内可以照常的举行。除了工作人员协助信众来入庙，等候疫情舒缓了后，再来启动香客的活动。南投新闻台三西港采访报道。